你看这个热播和我。在苏门答腊以东的荒岛上生存十天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？这段时间我把所有能获取食物的方法都尝试了一遍，但获取的食物还是有点差强人意。时间来到第九天。关系关门关门去看一下狩猎陷阱吧。故事今天是第九天，也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天，可不要再吃老鼠了。够住信，这什么玩意儿，怎么老是靠不住啊。够，我靠，什么玩意儿，好高，哇，大蜥蜴，这陷阱捕捉到一个大蜥蜴，我靠，还是活的。警车，我去，看这家伙工作得千万要小心，这玩意儿你被它咬一口不亚于被毒蛇咬一口。它是吃腐蚀谁，这谁，嗯，这个这个这个干死。好，这下手耷拉下去了，今天有肉吃了，干净感冒六六七斤的样子，感谢满城的耶。干星星，干！基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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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出会一下子捕获了那么大一只蜥蜴，这意味着接下来我两天的蛋白质都足够了。我也蛮好奇这玩意儿的味道究竟怎么样，毕竟它是吃腐蚀的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要吃的，食物难以获取，有的吃都不错了。就这样吧。好嘛，好好，你看这个肉多厚啊，好香，够我吃两天了，好香，好香，好看，好好好，这好还是还是还是基本上我反应不过来，他就已经跑到老远了。九九零一二三零一二三四五零一二三四五七八九十七百一万一千，哎呦，急了，急。我记，急，太热了，再听，我得坐远一点，计划受不了，计划熟了熟了，完全烤熟了，尝尝这个味道怎么样？计划很香，我烤的比较干，这东西不得不烤干，烤熟一点。技术，啊，加油，简单。见面，真的很香。见，吃吧，喝酒，吃的好爽，吃了两条后腿。
在尾巴上的肉。空隙，刻板。刻板，刻。等一下，等这个太阳下去一点，凉快一点，去海边看看风景。今天就算过了，然后明天就等着船来接我。这个挑战也就圆满的结束了。可以。这太阳马上要下去了。可能。走走走，追日落。哈哈。太棒了！的一天，填饱了肚子，还欣赏的是日落，真的是太漂亮了。好好睡一觉吧，明天就离开这个地方了。今天是我离开的日子，啊，昨晚上睡得真的很爽，很舒服，吃饱了，好睡觉。吃点早餐。可以，还可以。收拾东西就下去了。还过，果汁，国际，国贵，逛，逛盘，关系，关门，关门，逛，故事，人走了，故事，我一定要灭。古代，不要留下任何安全隐患。红子就留着吧，让他在这里孤身自灭。高中生也压不了多久，他就这样。高，高，高，走了。功课，想想都激动。我要回去。公共汽车，吃点好吃的。工作，改，饿，饿，谁？饿谁？来了来了，我的船来了。哥哥，高兴。本次的苏门答腊荒岛求生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干净，感冒，感兴趣。